操常话跌多千点，散户睇路啊！中美轮住收水，股市仲边有运行啊 ？Q23 有机会提早拜拜啦，人行又再做正回购、啊。A 股狂跌3%啊，港股亦都大成交下，陪住跌近400点。有冇专家打救？醒下啲锦囊嚟救命啊！由18000上到24000，起咗6000点，正常情况调整2000点啦、啊。咁而家你调整1000点到啫，系嘛？揸下仲揸1000点，其他啲都系借口嚟嘅啫，我相信。就搵啲借口，即系砌一砌个市咯。草 Sir 都话仲有1000点可跌，各位散户知道点做未啊？嗱，唔好话唔提你啦，阿爷喺 A 股牛市期间收水。2009年8月就有近似情况啊，阿爷嗰次出动微调，用意系防止资产泡沫出现。A 股喺8月4日见顶夹错啦，足足跌成个月，跌幅达24% 啊！收水一出，杀伤力可以好惊人噶。身为国际 ATM 嘅港股，除咗怕阿爷，仲要惊老美嘅 QE 收水、啊。呢次调整压力真系唔睇得少啊！